不可能会这样，你肯定动了手脚，我要重新检查。就像我爸当初那样，你现在只能等待脑死的捐赠者出现。快去找闵教授，提高我爸的严重度分级。我妈精神不太好，姑丈，能不能请您收留我们住个几天？你跟侄勋一起去中国生活怎么样？继续留在这里，搞不好会出什么大事。下周二晚间8点，《危险的约定》，精彩大结局。